量化误差是指由于对模拟信号进行量化而产生的误差，该误差最大可达到量化等级的一半。量化误差是指量化结果和被量化模拟量的差值。显然，量化级数越多，量化的相对误差越小。量化级数指的是将最大值均等的级数，量化噪声的统计性质量化引起的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之间的差称为量化误差。量化误差对信号而言是一种噪声，也叫量化噪声。它所以被称作量化噪声，是因为量化误差的效果和由于噪声引起信号跳变到量化值的效果一样。量化误差主要是由于 CCD 光敏面的分辨率所引起的。量化误差是一个与信号序列完全不相关的白噪声序列，它与信号的关系是相加性的。资料转换过程本身就是模数转换器量测值的基本误差来源之一，所有的模数转换器量测值都无法避免此误差。